哎，宝贝儿，真乖，36度7。哎，好，您先坐在那儿等一下。喂，我随便问你几个问题啊。你好，我叫 Crystal。我是纽约电影学院毕业的，研究生，表演专业。以前演过话剧，也演过电影。非常感兴趣这个角色，所以说谢谢你们给我这次机会。OK， 那不错，那不错，那行。然后那个看过国内比较主流的电视剧吗？《延禧攻略》啊，然后《陈情令》啊，知道肖战、王一博是谁？我喜欢的也有啊。说。Ethan Hawke。Ethan Hawke。Yeah， 国内的呢？国内的话，最近在看那个《演员请就位》，然后李成儒老师我还蛮喜欢。肯定的，我也在看。对吧？蛮好看的。那个那是。他喝了一句，他在那里边，对，切饭分弱了，对，还有《甄嬛传》里演皇帝的那个演员，嗯，叫陈建斌，陈建斌，他我也很喜欢，可以。然后现在你比较喜欢内地的演员，男演员、女演员各说一个，比较喜欢的。一定要说一个。说一个吧。其实都不太喜欢。不太喜欢小鲜肉那些。你不喜欢？眼睛太差。啊，这是公认的，这是公认的。刘亦菲 ，OK， 那你觉得男演员，你觉得演技好的，你喜欢的是哪种类型，或者是具体到某个人名，可以说一下。我喜欢就是以前80、90年代就是老一点的。OK。就是说Cherry 可以啊，那你谈谈你对 Cherry 的看法也可以啊，跟导演说一下。然后我看他的个人介绍，他不是也是20出头吗？对。OK， 然后他的经历，他不是也是很独立吗？啊，对，经常兼职啊，然后打工。我也是，就是我从小高中的时候，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打工。是吗？就是奶茶店啊、火锅店、烧烤店都做过。明白，明白。然后就一直打工，打到现在， okay. 就是想自己去赚学费。明白，明白。OK， 你就自己想好了，可以了，太抬举了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你试一下吧，咱俩随便。OK， 没问题。我刚看了那个中文 OK 就没问题。中文流利。平时看咱国内剧？看得少。看得少。听说过。不知道在哪去看。不知道在哪去看吗？之前倒是我比较喜欢古装剧啊什么的，然后比较就是。转折比较多的那些，明白，暂时，然后那个剧情上来回，就是我不喜欢的，就是一下子就感觉一下就看到结果，看好，那不错，有表演经历吗？你演过什么角色？我演过就是很多这些独立制作，都是一些什么角色？就是什么都在戏里边，还是一个什么都有，随便一个。女儿，爱女儿 ，OK， 小三儿，醉了的女生，挺有挑战。你有专门教她中文吗？还是没有，她就是随便的、随意的就会了。OK， 因为我有单个去学过。对，她演过，我估计是广告多吧？什么？以她的形象，是不是拍广告拍的多一些？她广告也演的很多，然后她也又在中国拍电视剧。OK， 她最近在这边又拍了一个 film。Okay. 然后他最近在 audition 很多大的 feature film 啊。明白，他有经纪人吗？他有经纪人。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跟他合作，还得找他经纪人，找你都不行。都可以，我们俩是一个经纪人。一个经纪人。对。跟您合作的话，也得找你的经纪人。看你之前有没有什么经历，就是在相机面前表演过，有没有？有在那个北京那个北影那块演群众演员。哦，明白明白。对对对。拍过什么戏啊？那个戏的名字我忘了现在，但是就是有台词吗？没台词，大录音。理解。是演员吗？嗯，是的。是的。我现在在学演员。在学演员。嗯。然后，大学几年级了？第一年。第一年，就是学 acting 对吧？对。
OK OK， 演过什么东西？你有没有演过什么角色？啊，没有，还没有。嗯，然后那个，你先拿着这个去看一下，找找感觉，参考一下这是什么。那个人物小传里有，在那个之前发的，我给你们有打过，他有发过短信，就是说关于赛季。下一位有请。做饭做的好吃，你做什么呢？哥，串串儿吗？串串儿，腰子来两个。显不出你手艺来，你法国大叔怎么做饭呢？东北人啊，尝尝不？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去过法国吗？没去过法国，没看过法国菜吗？法国菜儿一样。丢山寨了。说你就有。好吧，哎，那个，雪莉这么漂亮，在你们店有没有别人打的主意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没说你啊，没暗示你，你有想法啊？多少有点哟，你觉得我们有机会？那不好，雪莉呢是心里有自个儿主意的，她呢爱叫谁叫谁，只要不敢当找谁有主意。哈哈哈哈哈，是。准备好了吗？东北话也没准备好。Camera rolling, three, two, one, action.你胡说八道的，告诉你哥，告诉你现在雪莉啊，她这个人啊心机很重的，她各种朋友都在这儿，各种 personality 都会给你展示出来，你不要光看那一面啊，你小子的面对面找她跟她说两句可以吧。哎，谢谢你哥，今天你幸亏你跟我这么一说，我特别开心。你现在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做北京烤鸭。北京烤鸭啊，这你还会做北京烤鸭？等会儿你还会做北京烤鸭呢，这是必须的啊。你老说你是法国大厨，你去过法国吗？哥没去过也得懂法国艺术啊，是吧？这是必须的，法国人最爱吃烤鸭。行吧，想不到哥还是个艺术家。 OK， 那个，哎，我今天没看见雪莉啊。哦，你小子来就是为了看雪莉啊？哎，我就知道就不是因为我手艺好啊。哎，再人你不用担心，你法国大厨的手艺没得说。哎，对了哥，那个雪莉有男朋友吗现在？哎，你小子他现在啊，你也不知道他在跟谁聊天最近，但他有的话你应该能看出来。你觉得雪莉对我有意思吗？咱自己想想吧。雪莉经常在这儿找你一起吃饭，你每次来都笑笑的，开开心心的，你觉得呢？看狗。哎，我说你喜欢上她了。
我怎么觉得我对另外一个女孩是不是雪莉这个人挺好的呀？她是吗？那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？这个年代了，还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？我觉得，你知道为什么雪莉今天没来吗？她怎么了？她可能就想躲着你。不会吧？我怎么了？她干嘛躲着我呀？你是不是好几个女朋友？没有啊，我哪里有好几个女朋友啊？是吗？每天开着跑车招摇。我是那天我还看见旁边坐着一个女生副驾驶，那是我同学。是吗？对，他不会误会了吧？有可能，我估计他也看到了。你说怎么办吧？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要不要给他解释一下？可以啊，你帮帮我。好，可以吧？嗯，不错。嗯，California 没得这么多机会的，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抓紧啊，对不对哥？平时你学校里没有吗？我学校糟糕的不得了，我被另外的学生欺负，我想给他们表一下我有本事，我有钱，可是我每天来这里我觉得没什么本事。 OK雪莉喜欢你吗？你觉得雪莉喜欢你吗？对你有意思吗？还好吧，还好。雪莉是一个很开放的。OK。不关系呗。你觉得怎么样的？对。嗯。不是我，这不就随便一说嘛，也没别的。测一下温度。OK。36.6。OK。嗯。那我选36.6、啊，对，我选成36了。哦，他今天没来。你小子天天来就是为找他呀？哎呀，哇，被我说中了，太伤心了。我以为你是天背着我厨艺高超才你们才来的呢。当然，厨艺高超也是个理由嘛。你法国大厨手艺没得说。对了，哥。哎，别叫我哥。你别叫我哥，你是嘴甜，肯定没好话。别误会哥，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那个你看雪莉跟丁丁，哎，女孩天天黏在一块儿，他们什么关系？哦，这吧，咱们朋友关系呗，这还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那个你雪莉这么漂亮，你们店有没有她有没有男朋友啊？不知道，别在别人背后对着她对着教训别人。OK， 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说哥，你看我也经常来你这儿吃饭。你觉得我追雪莉，你觉得？雪莉是个好女孩，她有她自己的打算，她只要不找大男，爱找谁找谁。要不小队过来随便找地方坐呗。对，怎么没看见雪莉啊？嗯，好像是真没来。哎，不过你小子天天来就是为了找她的吗？那肯定不是。你看吧，被我说中了。那没有，那我来。是吗？他对你，你觉得他对你有意思？哦，你小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别看没关系。